Say something. 赶紧换旗袍，我这不跟11点半钟就开始了。Say something. Say something. Hello, hi, how are you? I'm good. How are you? Thank you. 咱再说。新年快乐。就新年快乐。啊，还有呢？耶！不光是快乐，还要更年轻。更年轻。永远18。还要更漂亮。永远18。还要更漂亮，这样对。就是啊，好嘞，再来一次，后边一二三，在后面都看好累，都像18岁了啊，上午表看得见吧，看我的镜头导吧，好，一二三，茄子，茄子，新年好。反正没关系，老张的妹妹多。哎，老张的妹妹都是，数也数不清。好，站好，我们开始了。过年发红包也是中国新传统，新年传统习俗。而今天的红包里有8个大奖。奖品是由我们中国一级画家，而且在中国和温哥华极具形象的大师白杨老师和小丽老师，他们的画是极具欣赏和珍藏的。我们为了个活动，他们为了个活动助力和支持，夫妇俩画了8幅画，在这迎新春佳节之际无私的贡献给大家，我们再次谢谢白杨、小丽老师。我们更多的还是感恩。照相的赶紧照相啊！前边的，对，这边1号、2号、3号。我没事，气死我！好，开始。你们站好，你们站好，一号到站好，站好。好，1号就发个1号，2号发个2号。1号是新地方的人。对。好，哎，恭喜你来这儿了。1号，照个相。恭喜你，好运气。2运好运。2号白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你太有运气了，你白老师给你亲自颁。好嘞，行。这是赵辉是吗？好了吗？是。好。赵辉，3号。3号。3号白老师。4号那个。小丽老师花好吗？4号，他们太幸运了。红梅宝石，好。哇，你运气太好了，好。4号，吴小丽姐啊，小丽姐姐啊，好。等着姐姐等着啊。好，第几号了？第5号了吗？5号，白老师啊，对。
幸运的人，太运气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Number six, lucky number. 哦，没照呢，他怎么走？快没了，快没了，白老师照呢，就照一个老师。啊 ，OK， 好，太棒了，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好，第七号 ，Number seven， 胡小丽姐姐啊，好，七号，太幸运了你们，啊，好。最后一个八号顾玲上场，不是我呀，对呀，都挤的，好嘞，好，顾玲，